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贤首品第十二，大科啊第五，大科第五段啊，玉矿玄旨啊，这总共有79首偈颂。前面两首啊是第一段，总标寓意。主要的呢是第二段，啊，别贤寓相，啊，最后一首偈是总结，啊，我们先看，前面两首，啊，总标寓况，啊，一切如来。贤供说：“众生业报难思议也，住龙变化佛自在，菩萨神力也难思。予以譬喻而显示，终无有欲能喻此。然诸智慧聪大人，应于。”辟故解其意啊，这首偈所说的都是普贤菩萨的行德啊。前面呢，跟诸位报告过，《华严经》全是讲我们自己本分事而已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给我们中国古人啊，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说的，人心本善，这个意思都能够相通啊，人之初性本善啊。佛说呢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佛这个字是外来语，音译的，它的意思是智慧，是觉悟。要换成中国字来说呢，就人性本觉。本觉跟本善的意思是一样的。那现在我们变成不觉了，变成不善了。这个不善跟不觉，在现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，好像达到了极限了。也就是不善之际，不觉之际。所以展现在眼前的状况是社会动乱，灾难频繁啊，这是我们看到的。确实这个世间呢，有许许多多人，甚至于包括我们自己，
对眼前这些事情啊，都非常关心，也非常的忧虑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些状况现前？佛在这个经上啊，都有答案。佛说的最妙的，也是这个经上所说的两句话：一念不觉。这就迷了啊！迷了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人教，那就越来越严重。啊，过去世世代代都有明王圣贤啊，教化众生呐、啊。所以，在中国这个地区啊，写这个话不是我们说的，外国人说的啊。几千年来呀、啊，这个地区长治久安呢。啊，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，互助合作。啊，这是外国人非常羡慕的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国家有很好的领导人。明君啊，他能够支持圣贤的教育，推行圣贤教育啊，圣贤教育我们现在在讲习里面把它分为五大类啊，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、哲学的教育、科学的教育，这五大类啊。啊，而佛法啊，佛教的经典，这个五大类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啊，真正是不可思议啊！这么好的教育，古代的帝王明了。啊，所以他接受，他学习，他推动，他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那么现代，啊，现代是什么时代？高科技的时代。啊，大家相信科学，不知道佛经是高等科学。这个误会呀，真的是很大了。啊，我们听到科学家讲的，哎，想想才有道理。啊，爱因斯坦就说：“肯定啊，佛经里面所讲的有高等科学。”跟现代这个
这个物理学家所发现的，非常相似啊，是在现代这个尖端的科学跟佛经上所讲的还有很大的差距啊，佛法是遥遥领先的啊，这经文上有啊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佛慈悲，我们接触之后啊，对佛敬佩的五体投地，无尽的感恩了。我们再努力啊，更进一步，我们走佛的道路，我们这一生希望能成就啊，不辜负佛的教诲，这就叫报佛恩啊。所以这个事情在这一段一开端，世尊告诉我们，不是他一个人说，一切如来显供说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在那里讲啊，都在那里示现啊啊。那么这一句里面就是高深的科学跟哲学啊，有一切有过去现在未来，有此界有他方啊，过现未来这是时间，此界他方是空间啊。那么这都是哲学科学里面讨论的科目啊，佛在经教里面讲得很透彻，讲得非常清楚啊。众生业报难思议，下面这两句说到我们现实的人生，众生的范围非常之大，众是众缘和合，生是生起，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，或者就用这个地方的文字讲，也讲得非常好，业报啊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业报啊，业是因啊，报是果啊。这四个字里面呢，把整个宇宙包括进了啊。现在科学分类是分三类，动物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，凡事而生就离不开业报。植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矿物还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它还漏掉一个自然现象啊，譬如时间空间，它不是动物，不是植物，也不是矿物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统称这一类
叫不相应行法。你看佛法讲得清楚啊，啊，不相应行法了。用现在的术语来讲呢，抽象的概念，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，所以众生业报啊，就把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全部都包括了，难不可思议。第一个是讲处所差别啊，这个处所呢，佛法把它分类啊，把它分成知正觉世界。一真法界啊，这分成两个啊，一个是知真觉世界啊，我们称一真法界啊，另外呢是众生的世界，这众生业报的世界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啊，佛把它分大分呢，分成这个十大类啊，佛法界、菩萨法界、圆觉法界、声闻法界，下面是六道啊，十法界。如果细分呢，嚯，细分就太多了，说不尽了啊。现代的科学家，他不叫法界，它叫空间唯识，空间唯识就是佛法讲的法界啊。那我们现在生活在三维空间啊，从理论上讲，空间唯识是无量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佛法也可以这么说法，法界是无量的啊。那我们同是人法界，说实在话，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佛法，这个人法界啊，决定不一样啊。不但每一个人，我们生活空间不一样，生活的时间也不一样啊，时间是刹那生灭，空间是一时顿现啊，这个一时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啊，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，很难得啊，不能不说他聪明啊，他们认为这些宇宙的奥秘能讲得通，奥是深奥，秘是隐秘啊，不是秘密，自信里面，宇宙里头绝对没有秘密啊。你要是真有秘密的时候，那秘密是自欺欺人，哪来的秘密啊？你要是得了佛眼，宇宙之间没一样东西你看不见的啊，什么都不能隐瞒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的事，是你的能量所达到的 啊过去、未来通通能看见呢，啊，全都知道啊，
怎么会有秘密呢？啊，你迷了之后，你完全不知道了，就变成深秘。所以佛家的秘是深秘，不是秘密。啊，这个科学里面讲奥秘，这个名词很好。啊，奥就是深，深奥。触俗不可思议，啊，为什么有人在人道，有在畜生道，有在天道，有在菩萨道，啊，每一道里面那个复杂的情况也说不尽。这都是属于知的范围，那么第二讲四差别，跟主是理没有差别，性没有差别，啊，从理上讲性上讲呢是一个，所以迷就是一念，那觉呢，觉就是一心，你什么时候得一心了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，啊，一心不迷了吗？圆满的觉悟了，这佛法称为圆觉。啊，净土宗，持名念佛求什么？求做佛了，直截了当的去做佛。那弥陀先生不是告诉你了吗？那念佛目的在哪里？在求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一心不乱，就是真心圆满的显露。心不颠倒，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呀，也是圆满的心情。啊，这八个字啊，是如来究竟果地上的说明啊。啊，话很简单的，八个字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我们现在跟这个是相反了，啊，我们迷了，我们的心乱了，不是一心的，我们现在这个心有多少？无量无边的妄念纷飞呀，前念才灭，后念又生，啊，一心是什么？一心就是这个生灭的念头没有了，这叫一心。还有这个念头起灭，啊，前念灭后念生呢，这不是一心，这是迷，这叫一念不觉。啊，一念不觉，念念都不觉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这个不觉啊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马明菩萨讲得好啊，大乘起信论说的，
本觉本如，本觉就是一心啊，一心是本有的啊，不觉本无啊，不觉就是妄念呐 啊本来没有啊。菩萨这两句话呢，给我们学人带来了信心啊，本有当然可以还原，可以恢复，本来没有啊，当然可以断掉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了好榜样啊，他断掉了。在中国，慧能大师给我们做出好榜样，哎，他也断掉了。那一个是应以佛身而度，就现佛身，释迦牟尼佛现佛身；慧能大师应由比丘身得度，他就现比丘身。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里面的嘛，啊，地位决定是平等，没有高下了。过去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三步一拜啊，拜到五台山了，路上啊两次生病啊，都是在旷野，连个村庄都看不到。那生病的时候那真是麻烦了，哎，可是两次啊，都碰巧碰到一个乞丐呀，救他，啊，来照顾他，让他病养好之后继续再拜。啊，他就问那个乞丐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这乞丐告诉他：“他叫文吉，啊，文章的文。”极强的极，那叫文极。啊，问他住在哪里？说我住在五台山。他说你到五台山去问了，他们都知道我。啊，要饭的。啊，病好了之后他也走了。啊，第二次是又病倒的时候他又来了。啊，所以他非常感恩呢，感谢文极照顾他。到五台山之后到处去打听有没有个要饭的，乞丐文吉，五台山的人告诉徐老和尚那是文殊菩萨了，他在恍然大悟，菩萨一路照顾他，哎，到需要的时候他出现了。应以乞丐身得度者，即现乞丐身而度之。这都是我们现在这段大段经文讲的。啊，应以什么身出现，他就现什么身呢？那个身都是平等的，啊，现佛身也好，啊。现菩萨身，现比丘身，现乞丐身，通通是平等的。佛的化身呐，化无量无边身呐，不可思议。啊，众生在没有觉悟，
没有觉悟就是在六道，六道的范围也很大啊，在这个里面舍身受身啊，一口气不来舍身，舍身之后很快的他又去找个身了，不定找什么样的身啊，他也能找人天身，也能找个畜生身，甚至找恶鬼身，找地狱身。这个地方要知道他自己做不了主啊，谁做主呢？是他自己的业力做主。不像菩萨了，菩萨得自在啊，啊，众生不自在啊，啊，你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啊，没有办法得自在。什么时候你能得自在呢？证得阿罗汉你就得自在了啊。所以底下经文说阿罗汉有八自在啊，啊，他自在从哪里来的？这个三大类的烦恼，他把执着断掉了，与事处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。我们要学，你要学到了啊，你就得自在了啊。你要不肯学啊，还是斤斤计较的话，这个很麻烦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对往生都产生障碍啊。别的麻烦不怕了，我们怕这个麻烦啊，它障碍你开悟啊，你研究经教不解如来真实义啊，这个经上开经偈讲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 啊，什么人能解如来真实义呢？没有执着的人，就是分别执着很淡薄的人，在佛法讲善根深厚啊，啊，这个人比较容易切入。啊，那世间有大福德的人啊，多半在佛门修福啊，护持佛法，在佛门里面修布施供养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的大福报啊。啊，享人天的福报，但是他不一定有智慧啊。这个修福跟修慧是两把事情啊，所以佛想尽了还是堕落啊。六祖在坛经里面说，此事是了生死出三界的大事，佛不能救啊。你福报的大不行啊，出不了六道啊。啊，这个我们懂得了。为什么不能救呢？你分别执着放不下。啊，那个穷人，穷得没饭吃，到外面讨饭。哎，他听到佛法会开悟的时候，他能证果。什么原因呢？他放下。
这么一回事情啊。啊，阿罗汉真放下了。那么这业报里面我们讲总的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是千差万别。我们自己的一生啊，生跟念头，我们一般人讲心啊，啊，身心呢、啊，身心的复杂，就无量无边。啊，我们在讲习里面啊提了很多次，啊，这个身是小宇宙，跟外面大宇宙无二无别。我们小宇宙的复杂的是吧？跟外面大宇宙完全相等啊，真的是不增不减啊，这个难思议。第三个是讲因呢，第四个是讲果，因无量差别，果当然也是无量差别，都不可思议。这就难了，难在哪里呢？难得一心。就难在这里啊，这么复杂，你怎么能得一心呢？啊，可是真正善根深厚的人呢，对他来讲也不难。为什么呢？这么复杂全是虚妄的，它不是真的。你只要能把它放下的时候，一心就现前。啊，所以佛在大乘教里常讲啊，凡夫成佛，众生成佛，一念之间。啊，只要你一心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回到你的本位了。如果你一念不绝呢，那事情就麻烦了，你就回不来了。啊，记住，一念不绝，念念不绝是虚妄的，那自信里头没这个事情。一心不乱呢，是你自己本有的。你看慧能大师开悟，说出我们的自信啊，这个我们要感谢他。他怎么说得那么清楚啊？我们的自信是什么样子啊？自信在哪里？他讲清楚了，自信本来清净，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啊！染污无量无边呢、啊。我们平常讲最粗浅的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这都是染污。啊，这样讲得很浅，大家一听都很懂。啊，用佛学的这个术语，他讲到根本。啊，根本是什么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样，自信里都没有。啊，本来清净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只要你把这个放下，清净心就恢复了。
本不生灭。这个真是科学哲学的登峰造极。啊，大家都求不生不灭，求永恒呢。啊，古老印度所有宗教里面对这个不生不灭呢称为般涅槃。啊，般涅槃是印度话，意思就是永恒的不生不灭。啊，所以宗教他求这个，学术也求这个，所以他们的宗教跟学术都修禅定。啊，用禅定的方式突破空间为次，他们能到四禅天，能到四空天。特别是第四禅跟四空天，以为那是什么？以为那个地方是永恒的不生不灭了。啊，我们讲呢，这个苦乐忧喜啊，就这种感受啊，身之苦乐，心之忧喜啊，在第四禅跟四空天里面这个现象没有了，是个什么相似的涅槃境界，不是真的，假的。啊，为什么是假的呢？它不是永恒啊，它会失掉的啊，暂时有这个感受，不是永恒的，永恒的就叫般涅槃。所以在佛法叫舍受，啊，四禅八定是舍受。啊，后面这三句也说得好，自性本来具足，一样都不欠缺。啊，我们从很浅显的现象来看，我们这个人生外面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、啊、具足，不缺乏，不缺。里面五脏六腑这是你自信里的本来具足的啊，啊，那我们这个人生啊，需要养分，许许多多的养分来养这个身啊，这些养分呢，啊，我们将五谷杂粮还是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外面的啊。那这不可思议啊，这是自己变化的 啊。那么你再看看这些动物啊，小小一个麻雀，你细心观察，它外面也是有眼、有耳、有鼻、有舌、有身，里面也是五脏六腑，谁造的？没人造，啊，只外国宗教讲这是神造的，啊，佛法不是的，佛法告诉你。
你自信本来去做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你觉悟啊，有觉悟的果报，一真法界嘛。啊，现出大身啊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啊，不是什么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不是这个。那是讲诸佛菩萨在我们地球上现的身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啊，那么要知道在太空当中像地球这样的星球无量无边无数啊，啊，全是自性里面变现出来，本来具足，啊，本不动摇，本不动摇就是自性本定，从来没动过，啊，这就是说明，定是自性，动不是自性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人心要定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啊，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都要保持清净心、定心，啊，不被外面境界所干扰，啊，这定功啊，能生万法。变法界虚空界是自信变现的，一时变现的，那个一时比一刹那还要短，啊，也就是一念，一念顿现，念念都是顿现，没有前后的。在众生业报难思议啊。那么再看住龙变化佛自在，住龙变化呢也是举出一个难思议的一桩事情啊，龙蛇都是善于变化的，啊，今天我们这个地区下雨，啊，雨不很大，那这个下雨在佛法里面讲啊，这是龙在那个地方运作的。龙有没有分别？啊，与龙有分别，鱼有没有分别？这鱼落下来有没有分别？鱼没有分别啊！
那我们看到最近许许多多听了报道，有水灾，还有旱灾啊。龙是做镇上人，他不是第一个因。第一个因是什么呢？是众生的业感啊，我们的业感的时候，佛菩萨有业，这些六道的鬼神给我们也有业啊。我们众生的心善、言善、行善，他所感应的全都是善的。啊，跟你感起感应的鬼神都是善的。如果不善呢？我们心不善，言语不善，行为不善，所感应的都是恶鬼、妖魔鬼怪都来了。为什么他们不善？不善跟不善的一碰到，哎，就是好朋友，自然就集合成一体了。啊，善跟善集合在一起，不善跟不善集合在一起。啊，像我们这个世间，喜欢学佛的，学佛的朋友，大家常常在这聚会。啊，那喜欢跳舞的，一些跳舞厅的，他们常常聚会。啊，我们下面是马会，喜欢赌马的，他们天天在那里聚会。啊，这人是一类一类的。啊，他们这些人不会跑到我们这儿来，我们这些人也不会跑到去。虽然一个楼下楼上说，他就不一样，两个不同的空间，变化了，业感呐。啊，我们如果想样样都善，很简单，只要你的心善、行善、言善，你再在处处遇到的时候都是善的。啊，如果你想跟佛菩萨感应道教的时候，那要近，那善不行，善只是出不了六道。啊，因为善它还是染业，它不是净业。啊，那什么叫净业呢？没有执着叫净业。啊，给诸位说，没有执着行善是净业，造恶也是净业。啊，为什么他没有执着？那他为什么行善造恶呢？行善造恶是他的业用。佛菩萨在畜生道里头，佛菩萨在恶鬼道里头，佛菩萨在地狱道里头，那个道都不善呢、啊、他到里面，他到底是度众生呢、啊、他用什么身份度众生呢？用鬼王，用罗刹，都现这种身去度众生呢、啊？啊，地狱众生，啊，看他，哎，好像有一点善根发现了，啊，善念现前了，一棒把他打死，不是作恶吗？他打死他身超身了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是，从前。坐这个火车地狱啊，地狱变相图有啊，用自己的筋抽出来去拉这个车，那个车是铁的，通烧得通红的啊，拉这个很可怜呐 啊好几个人拉一个车啊，有一个人非常可怜，非常痛苦啊，佛那时候也是在地狱众生嘛，就跟那个鬼王说，他说我可不可以我多抽一根筋啊帮助他
啊，来代替他。那个鬼王拿狼牙棒，一棒就把他打死了。打死他超生了，他善根现前。啊，所以这个善恶跟染净不一样啊。啊，那个用起作用啊非常灵活，一点差错都没有。啊，都是帮助众生，帮助众生提升，帮助众生开悟，帮助众生证果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我们在佛门故事里面看到的，啊，丹霞，啊，丹霞也是广东啊，说这个法师那真是明心见性的，啊，他们进那个境界跟六祖大师没两样啊，啊，确实是佛，视线在我们人间呢。啊，他到寺庙里，冬天天冷，啊，寺庙里烧火盆呢，拿什么来烧呢？那个菩萨是像木头雕的，那个佛菩萨像啊，拿来烧火，哦，这还得了？这寺庙上，丹霞把佛菩萨拉去烤火，马上就报个方丈。方丈也来了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啊，我在这烧舍利呀。哎，火化佛不有舍利吗？木头佛哪有舍利？哦，没有舍利，再拿一尊来烧。这个老和尚一听到这个话，开悟了。啊，他那干什么？他晓得那个老和尚在开悟的边缘上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那一点固执他没放下。用这个方法的时候，让他一下觉悟的时候，他开悟。